束心在烟火被星辰。难道是要给我打电话了？真是过分了，居然不是打给我。苏正浩后面还有很多考验，但迄今为止不负所托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恭喜你们发射成功。静静，宣布发射成功的时候大家都在鼓掌，我忽然想到很久以前你对我说，你已经是看过最多星星的一只兔子了。今天我真的可以去看更多的星星了。谢谢你。你转过来，我在你身后。深爱不忍染裙摆，爱别出心裁，烟火被星辰青睐。转身才明白，星空了愉快，辛苦了。翻涌深海，这些年对不起，我有点没顾上家。烟花我以你为荣，以你们为荣。才笑自己活该，心动了却怕配不上你想要的未来。走，我们去开庆功宴。我们还有庆功宴呢。对啊，严格来说是火箭院和基地的庆功宴。哎，对了，苏神浩现在飞到哪里了？苏神浩啊，才刚刚踏上征程，任重道远。